抖法，这是运气的，你不要动，安静，就是体验啊。是要随着他的呼吸呢，还是你自己？针法，针法。Vibrate。 你那天拿水，哇，用水一样的，哦，血，这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打到不行的，所以你要常规遇到现在，哎呦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是肩颈的，很痛，这是最官方的，推就比较厉害。 是不是这样？嗯，鼓膜了，啊，那还有这样的，这样按 ，head，head 是 here， 嗯哼 ，yeah。